看视频课程可以学会弹吉他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可以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学会了弹吉他。在我以前学习的时候，我也买过很多老师的视频课，从中收获很多。我们在看课程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看课程自学，全程都有老师课后一对一解答，售后指导。我们这样循序渐进的学习肯定是可以学会的。最主要的是，视频课程可以让我们低成本高效率地学会弹吉他。今天给大家推荐视频下方这套我花了两个月时间精心录制的一套从零开始学吉他的视频课程，整套课程一共50节，其中包含了吉他怎么调音、吉他谱怎么认谱、左右手基本功怎么练习、分解和弦以及扫弦的练习方法，还有歌曲的示范，以及整个指板音阶的逻辑，还有乐理指弹曲子的详细教学，能让你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轻松地学会弹吉他。我们只需要看一节课，把这一节课练熟，再去学习下一节课。在学习的时候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随时问我，老师都会耐心地为你解答。现在这套课正在做活动，整套课50节打包在一起一共只要99米，比你去琴行上任何一节课的费用都要低很多。拍完不需要发货，马上就可以观看学习。观看课程的方式在我主页置顶的第3个视频里。课程是长期有效的，不会过期，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学习，可以反复观看。其实也就是少抽2包华子，少吃堆夜宵，咱们就可以系统的学一下弹吉他。系统的学习可以让我们不走弯路，学习效率更高。前2节课是免费试看的，你也可以先点进去试看一下，再决定要不要购买学习。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课程了。如果你还没有吉他的话，每天晚上9点半来我的播播间，咱们随便选上一把，整套课程就是随琴一块赠送的。加油，未来的吉他手。